又是这匹狼，你别跑啊！ 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老大，你说东郭小杰真的会去乌宁州？那当然，现在江湖上都传遍了，富家千金东郭小杰身怀重宝去乌宁州救母。 各路人马闻风都出动了，那我们还有没有运气分一杯羹呢？一个一点功夫都不会的傻丫头，老子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<笑>他到底有什么宝贝啊？这个我也说不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身上哪来的重宝？还有，可是为什么他们知道我要去乌宁州呢？长什么样子？我早就重金买下了他的画像。看啊，就长这个样子。切，不要满脑子都是女人。 胡说八道！我身上哪来的重宝？跟那两个强盗打一辆车，真是浑身不自在。我在想别的办法去乌宁州吧，不过他们单凭那张画像就想认出我，还是有点难度。嗯？哎，人呢？明明看到他中毒下车进了这片林子，你到底有没有看错啊？当然没有啊，虽然他打扮成男人模样，但我还是一下就认出来了。搞什么鬼？又是另外一群人！ 难道真如那两个家伙所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身怀重宝？我哪儿有啊！得加倍小心了。东郭小杰，谁？啊！果然是你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这么多人，几位认错人了吧？我可不是东郭小杰，难道你们没有看过东郭小杰的画像吗？<笑>把人带上来，是。 要方小二哥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告诉我，他是不是东郭小杰？就是他，画中辉我都认识他。我不认识他。不要怪我，小杰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不答应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<笑>这个人没用了。<笑>他们真的杀人了。 快把东西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看来他们是认定我身上有重宝，不想办法，一定会和小二哥一个下场，没有退路了。只能这样了。拿去吧。老大，都是些女人用的东西。我就知道，不会这么轻松。陪他好好玩玩。是。 就追上来了，跑啊！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你还敢跳下去不成？真跳了！这下怎么跟老大交代啊？废物，快沿着河岸追啊！ 走！宗主，东郭小杰现在已成众矢之的，江湖各路人马都在追杀他。很好，花开还有多久？大概还有半个月。半个月，差不多东郭小杰也赶到了。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东郭子期，我看你还能忍多久。娘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老大，他果然在这里。你在跑？还想跳河逃走吗？这次可没那么容易。我身上真的没有宝贝啊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臭丫头，太不老实了。看来我只有亲自出马了，宝物一定贴身藏着吧。让我搜搜身。走开！恶贼，住手！是谁敢偷袭老子？还有另外一拨人吗？大爷，我不杀无名之辈，有种报上名来！不配！你也是来夺宝的吗？我身上可什么都没有。小姐。没事了，小姐，有我在。你真不小心，伤口都出血了，自己不知道吗？没事的，我从小受伤都会很快愈合啊。不过，大哥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，有个叫东郭小杰的富家千金，独身一人，身怀重宝去乌宁州救母，而且这件重宝价值连城，得到就能一辈子享受不尽。江湖上的各方势力蠢蠢欲动，我不放心，跟师父告了假回来看看，果然是你。有一点他们的确没有说错，我确实是去乌宁州救母的，娘的魂魄被妖神宗的人摄走了。妖神宗？大哥也知道妖神宗吗？哼，邪魔歪道。有一点我一直没有明白，到底是谁散播的谣言要阻止我去乌宁州呢？妖神宗或者其他人都有可能。妖神宗的人会需要这些不入流的土匪来阻止我吗？这个的确有很多可疑的地方。哇，这头发和衣服一时半会儿干不了啊。大哥，还是你有办法，这么多年功夫没白练啊。飞一般的感觉，好像沐浴在春风里。小姐，你快点，这招很消耗内力的。大哥不愧是火灵根修士，吹出来的风都是暖风。就是这里吗？是啊，你也听说了，每到深夜都会传出哭声，哭得可凄惨了。说的好像你听过似的。我当然听到过，就跟鬼叫一样。我给你们学学。吹牛，哪有人这样哭的？都跟你说了是鬼啊。哦，好像里面真的有哭声、啊、应该是没人的呀，莫非大白天也、鬼啊鬼啊。Thank you.
鬼怎么吃包子？鱼吃的扔鬼！野孩子，鬼孩子，无的野孩子，鬼孩子，鬼孩子，没有人要的鬼孩子，等等，不是鬼孩子。听我娘说了，你们家是鬼屋，你是没人要的鬼孩子。对对对，我娘也是这么说的，鬼孩子。莫子轩，你干什么？大哥哥，你疼吗？不疼。把手伸出来。吃啊。怎么没人管你？你爹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大哥。有人再欺负你，报我的名字。我叫莫子轩，叫大哥。大哥。小妹。大哥。喂，大哥。大哥。怎么了，小杰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没什么。你看。怎么了？头发和衣服都干了。马上就好了。不急，你慢慢换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？这是师父送我的法宝，灵兽圈，不需要内力就能使用。虽然不能直接攻击对方，但是一旦戴在任何妖兽脖子上，你就能让他乖乖听你吩咐。就是说我也能使用了。是。哈，谢谢大哥。大哥对小杰真是太好了。这是刚才那个逃跑的山贼。找你的人还真多呀。雪夜青花袅袅，盛宴长乐忽来风雨萧萧，江平路烟老，余年华草草，对峙